这一年三大业者的表现，请选统计日期。统计日期，用那个用户量、用户数，所以快速点两下，然后可以得到这一个数字，用户量这个数字，先画出来一张图，2012年业者用户数。接下来我就把业者名称拖移到这个地方。我们应该哦，先把这个业者名称搬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请把总计拿掉。这个总计拿掉之后，你再确定会区分二 G 是多少，三 G 是多少，所以我搬到这边。有看到啊、哦，这是二 G， 这是三 G。